你看完怎么办？老大今天都好，唔通这么着急啊！你想要替妈头碰到，对咱母娘的妈心？做的唔对，拢是你的爸爸我所做成的，阿你应该要骂。阿大，确实是我的同学，在你前面我看到你，你的形象甲这么凶残。 是要让彭文雪退回着，安怎手来？对，安怎死去？你假假，我是这个假，上位给你的姐姐。啊，不过你既然利用我来做你报仇的工具，原来在你心目中，我对你来讲算什么？ 你把我尊严打伫涂骹，一点仔都无尊重我，连我一直讲白菜，白菜互拆破，讲袂赢哦，一点仔有坏意思都无，我对你的好，一点仔价值都无，田明轩。 我这里干单，你想要创啥？ 李经理是安尼啦，阮拄则来店的消费，有人走来乱啦，啊，阮是叫人叫来遮的。这根本无啥物人，只有我。虽然我是做特种行业，啊，毋过并不代表讲你想要安怎就当安怎。你若是讲毋走。 那我无去。经理啊，我看你人就好好，敢无需要个一支？ 我先去挂到信箱，你先到我用乖啊。安生，你敢有需要？你敢送你啊？
名利。江大金最后你知吼，大通集团江大通的上层小弟，你若是看到来遮，就麻烦你，甲我讲一声，谈啥物啦？我知，我即摆已经说好要起来，你唔走，我是要来起来。是的。我现在要去了，你安静静看，我是要怎徛起来？